今天这个我可知道叫什么，今这个叫八月瓜还是八月炸的，好像都是它，因为它是八月份才有。去年我就刷到这个视频，我就想吃，然后但是已经过了季节了，看里边全是籽儿，像火龙果似的。这籽儿能吃吗？全是籽儿。白色的透明的这个应该是肉，籽儿应该不能吃。这个肉有点糯糯的，黏黏的。这个肉吃起来有点那个藕粉那个感觉，就是那种感觉，你看它长得也像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。然后甜的，不是特别甜，也是微微的那种甜。我再换一个没开的，那个是直接开的，炸开的，再换一个没开的尝一尝。哎呦我去，没开的它是里边是奶白色的，这芯儿好像不能吃，这芯儿怎么苦的呢？只能吃外边这一层吗？全是籽儿，没有多少肉。